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怎么弄啊？这个是咋整的？反转，啊，我们刚刚下飞机，然后生怕今天晚点，然后没有能跟大家如期来约这个。我们这有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已经在练习。哇，这是我刚刚在练习中画的救护车。这里有一位小朋友在艺术创作，啊，这样很卡，会卡吗？现在？我的艺术创作。还好这边的四季感。完整。Hello，Hello。那等会儿我就给大家画一幅我的属于我的救护车。然后我跟大家先说一声，我画出来的画其实呢，我写字好像还小时候还比较容易过关，但是我从小画画就是不及格的那种，所以大家就随便看一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我们昨天是参加了半妖倾城的庆功会，在长沙，所以今天刚刚到北京，看我们的萌萌姐姐，每次是画我都很丑啊，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然后这一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都会捐献给思源巴沙贫困县救护车项目，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画出生命线。那我开始作画了，画家开始作画了。手机放哪里？没事，我就。看，好累吧？支架的。哎，其实我有一个那个什么拍的那个什么神器，我来吧。可以不？你给我弄好。你自己上来，上来。这个角度 OK 吗？我要先拿铅笔。可以啊。这个角度显瘦。我先拿铅笔打个稿。可爱的救护车，面包式的。因为之前有做过一个爱心一百套，比如说面包车的这个。啊。对，联系起来了是吗？对，我画一个可以自己做面包的。哎呀，我画的这个车也是漂亮。轮子要画大一点，也看不见吗？因为铅笔，太亮了啊！铅笔，等一下上色的时候再给大家看。轮子要画大一点，跑得快一点。我这一画画，感觉回到了童年的感觉。你给它画个翅膀啊，它会飞呢。哇，我是画的像鸭嘴。你确定那不是只鸡？是什么鬼？摄像头的火在这拍。哎呦嚯！这拿着拍。你们有画画好的吗？反正我画画不行。小时候上美术课都是刚好卡到及格线，60分，多一分都没有。怎么办？我感觉我把这个，这是什么？其实这是灯是吗？嗯，挖成了鸭嘴。没事啊，挺可爱的。给我画一些蝴蝶结，多少啊？蝴蝶结。我没有，我萌萌让我画一个蝴蝶结，但是我没有一颗少女的心。我怎么感觉车头在这边啊？没关系。
口，看得到吗？在纸上应该是看。我要开始上色了。大家觉得这个车的轮廓要用什么颜色好看？为什么没有人理我？黑色，黑色，粉色，白色看不出来。这样我选一只，选一只绿色。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我买的彩笔，大彩笔。我真的想吐槽一下。Hello 九零，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 我的小师弟，就是露丝，我师妹，我的小师妹也在创作，创画中。没事，你可以拿头发来堵住半截。一个不好意思的小少女。哇，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看到这个，我想吃西兰花。西兰花。这个啊，我要选这支笔来画。来，我来给你长进。等一下啊，反转。因为绿色代表通行。哎，灯不是一红色的啊？红的，等一下上色上红的。啊，轮廓牛逼。做完这个直播以后，我已经决定要去画画了，学画画了。多多，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公益活动，画出生命线。这补救回来了吧？还是像这水平，等下大家吓死了。我还是觉得车头是反的，怎么办？没事，你当它长了个尾巴吧。拿起来，拿起来，可以抵在画面上。我开始上色了，我的画的可爱一点。画出一颗少女心也可以啊，虽然我没有少女心，爱是红色是吧？红色，哎呀，有，我要看一下大家的数，不止，还是撤了，嗯，撤了，画的好看，你们说画的好看，拍卖吗？太给面子了，高三了，祝福一下吧，祝你高考成功，怎么保养皮肤的？其实就是多喝水，多睡觉，多休息。好多人问第二季什么时候播，半妖倾城第二季会在寒假的时候播出，所以在上学的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就等到放假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是什么鬼？像豆沙。我是特别好看的红色。你给我挑的吗？不是我挑的。谁挑的？我自己挑的。我自己也会挑，这样的颜色。小你头什么？那个红色在那儿呢，别上了脚心。就你们在嚼食物。换我吗？换我吗？哇，谁发红包？不知道哎，抢一个，抢！啊，红包被抢光了。哦，被抢光了。我吃饭了，我在飞机上吃的。我现在在机场，大家都在喝干。刚才看见红包，我没抢。没来得及抢，一抢就完了。嗯，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再看一下这幅画跟这盘菜挺配的，其实你看这两盘菜，这是一个演员里面最会画画的。哇，你能看到我吗？你的话呢？超姐的话呢？就是
经纪人里面最会画画的，鼓掌，鼓掌。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等你画好给大家展示。好热闹。哦，哇，是什么？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对，第二部也是我演班要进去的，请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好，看了肚子饿了。我是明天生日，谢谢大家的祝福。看一下该画啥了。蚊子，哎，你这色上的好随意啊，真的。好看吗？好看，好看吧。我小时候美术课的分数就是60分，就是这么得来的。哎，镜子画那个红天中间那个十字吗？对对对，还是用这个红色来的。好正啊。滴嘟滴嘟。还要上点颜色，你想你把车身可以上一点淡淡的什么黄色啦、什么红色啦、白色啦，画个小妖。我蓝色好像不大搭吧？没事，你这几个颜色也没有一个搭在一起的。等会儿你画，很好。大家快选一个黄色吧，黄色吧，淡一点的。哎，这个是黄色，我去微博看一下，小朋友们都在跟你说什么。大家看了我的画就那个啥了，路正黑。哎呦呦妈呀，挺好看的，挺好看的，真棒。你们都在干嘛？大家都吃饭了吗？现几点了？9点。好了，这个灯选一个颜色，累不累？我头发多长？我头发很长了，我头发到这了。我在拍弯腰的时候，头发是多长？头发还在这儿，是吧？嗯。现在头发长那么快。你在哪呢？我在机场。我在北京机场。再搞一个。不要，作业还是要写的。虽然看不到画。好了，等一下，我的作品完成了，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大家不要转黑，路转黑，粉转黑，各种黑。来来来，你把它举起来吧，举起来吧，大家数。噔噔噔噔。这个配色也是非常的，是不是非常的时尚？对，时尚，时尚最时尚。然后这个轮廓的绿色，绿色空心，就是这个灯像鸭子嘴一样，就是。又像面包又像救火车，像蛋糕，饿了。作为一个爱吃的人，连画画都画出那个食物感。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画出生命线，这是一个公益直播，然后大家所送的礼物
所有产生的收益都会捐献给支援巴沙贫困县救护车项目。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做公益活动。路转粉了。大家看到这些彩笔有没有童年的感觉？从您这个彩笔是非常，你快完成了吗？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个作品。啊，还没有画完。看我们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了，是吗？哎，但是画的不太好了。你就默默的给大家看一下，不要说话。请大家看一下。可怜。请问，采访一下九零小朋友，这是你心目中女神的样子吗？对，就我觉得色彩会比较快。嗯，就我比较喜欢抽象派。喜欢抽象派。嗯。嗯，哇，有人说真艺术，这是。对啊，就是很艺术的，一般人欣赏不了。一般人欣赏不了。哎，你觉得我们是一般人吗？你们都不是一般人，你太牛了。这都能欣赏我，喜欢我的人都能欣赏我。这是一个什么？那边也是一个人脸吗？它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些人体的一些五官做成的一幅画，然后会主调其实是绿色和红色，然后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黄色，主色调一些。有人看到了三个脸。嗯，有很多脸，你要仔细去看。来看一下我们露丝妹妹画的，这是什么？露丝妹妹。我刚才直播过了。过了。挺帅的，来。能合唱，这么美还害羞，哎呀！这个可以存下来的吗？有的。看来大家都挺会欣赏的，大家都说好看，大家都不是一般人。替我感谢他们，都是有眼光的人。那就是有没有充值？他们这好像是充值。我看大家在说什么。吓死一般。就在问你嘴唇上面怎么了？好像嘴唇啊，这是一颗痣，代表我很能吃。因为它现在是碳水一分流，但是呢，就是美人痣。噔噔噔噔，超姐。超姐你在干嘛？我在看你的直播。超姐你看到自己了吗？看到了，看到了。我为什么账号有你？如果是看到我的账号，我看到了，那请我不要。嗯，因为我们刚下飞机，所以怕赶不上直播的时间，我们就直接在机场找了一，在这家漫咖啡给大家做这个直播。还有五分钟，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那你手拿着。对，我们马上要去下一站，还有其他工作要赶着走，然后还有五分钟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是到最后的一个收尾阶段。哎，我再拍张照片。手拿什么工作？你同我在，我不在长沙了。我们几点的回家过来的？我们刚刚到北京，从长沙。昨天的吐槽大会大家看了吗？我觉得我挺经常直播的，是吧？我感觉这段时间还挺频繁的。没有那个事，我帮你再拍一张。今天不是我的生日，明天是，我是六号，但是谢谢大家提早的祝福。
这旁边这是什么？这是蛋。然后他出那个送的东西的时候，会在中间出什么？嗯，这个景点。以后有粉丝见面会吗？今后肯定会有。他们有点反光。那我拿着不拍。我从上一部戏下来之后，已经觉得休息的恢复了，恢复了一点点。主要拍画不拍。没有。你要留念吗？上一部。那你是不是素颜？我在问。是不是素颜？大家看是不是素颜？其实今天还好，没有那么素。我已经努力涂了一点睫毛膏，但是还是睫毛膏干了，所以涂不太上去。最近体重有涨吗？最近好像没有涨。哎，跟大家说，长沙的好吃的其实真的是非常多，而且非常下饭。所以大家没有去过长沙的也可以去长沙品尝一下。长沙最有名什么？臭豆腐，还有什么小龙虾算吗？对，我昨天晚上吃了好多好多好多一盆的小龙虾，好吃。行，放屁屁。云南，还去过云南。你们两个弄完了，放了。我看一下。陆森，我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上面是谁了。什么？我已经看不出来上面的人是谁了。是啊，这样超级花王至少还能知道是谁。就是。其实看在那个，你如果飙起来，就飙起来很好看。我还给你飙起来。哎，仙居，谁是仙居的？我们之前在拍《半妖倾城》，还有在拍《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都有去过仙居。那里的给我的印象就是虫子很多，被咬的浑身都是包。哇哦，送出仙女棒，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送出西瓜宝宝是什么？我能发红包吗？我能发红包吗？你试试看。啊，可以。啊，是你们有金币不足。发红包。有朋友们没有看到画在表演。我保证能够做到。啊，谁？强强。我自己发的。你自己发的。哎，我原来有金币啊。好啦，我们要准备离开机场去下一站了。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送出的这什么仙女棒、西瓜宝宝各种礼物。到现在其实我还没明白这些是什么，我是跟不上这个网络的这个潮流。哇，大家抢抢！再给大家发一个，发一个红包我就走了，发红包。好了，那先拜拜啦，大家早点休息，晚安。